馆长问我的大小啊，这个从这个中指的头到这个手掌，不是这个大小。衣服穿6 XL， 裤子穿8 XL。史丹利有在开啊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当初的传奇。杰西的倒下了，稳健的打掉了主保双塔之一，十二梅莱不倒下，杰西了，世界冠军。馆长要查我房，馆长查我房，馆长要偷看我，真的假的？偷看我们这个小肥肥啊，真的假的？馆长来，这假的。来啦，来训练啦！我这个馆长，我粉丝啊，我这个三公分能量饮，喝的我头好壮壮。OK， 谢谢你，谢谢你。我每天准时喝。OK， 谢谢你，谢谢你，感谢你。喝的我头好壮壮，喝的我头好。OK， 谢谢。不像要是我的。要是衣服穿得下的话，我一定都穿这个 Notorious。没问题，这个衣服的。你要帮 Stanley 刻字，每一件都要给他。啊，这个馆长的下面我也吃过。那么近的，我没软恭维。不是，这个面我也吃过。这个我们馆粉。我现在馆长笑了。我看一下，我现在观众还下来。哎、欸，嗨啊！嗨，看到了，可以这样看的、啊。可以，谢谢。吃过面啊？不是吃过下面的、啊。哎呀，讲什么东西？你们讲什么东西？我把这个排队放在旁边。真的，画面好乱，干画面好乱。观众呢？画面好乱。哎，看到。这颗绝招。所以这个。同声还是蛮红的，你看他的梗有多少人在用，而且很多人都觉得很好笑。啊，是没有错。这个真的是建议同声可以，没有错，没有错。公关好一点，真的。对，其实你要是认错，大家真的不会在意啊。是，没有错，讲得非常好。史丹利就真的讲得非常好，非常有道理。你要帮我克制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现在帮我克制啊！可以啦，帮史丹利弄一下，裤子也要帮他弄一下。我们未来要出的就给他大件的弄一件过去。我的可以穿吧？我的他应该就可以穿了吧？我的他还穿不下。馆长问我的大小啊，这个从这个中指的头到这个手掌，对不对？差不多二十五。跟大家讲一件事情，就是馆长比我想象中的，就是比荧幕上还要大很多，就是三公分那种。我是说他的身材，他的身材。我克制的话，可能要那个 XXXXXX， 有六个 X 一个呀，六 X 呀。很不可思议，你知道吗？我穿三叉，他穿到六叉、喔。干你啊，这么大一只哦、喔！哎、欸，怎么办啦、啊？我要打石头了啦，还是我跳啦？我六叉哎、欸，没问题啦，没问题啦，做给你没问题。你几个几公分？185公分，够高。一下，衣服穿六 XL， 裤子穿八 XL。八 XL， 哎，裤子我穿到几叉啊？啊！看我二叉到八叉哦！哇，好厉害啊！妈的，真的是……好，没问题。我找一下我衣服的 size 啊！我看到了，我都是用这个尺码的，我都穿八 L。等一下，不要动！我这个。
胸围180公分，一百八。这个肩宽68公分，胸围180公分，下巴180，180超宽的，跟我身高一样啊！干我胸围有这么夸张啊？袖口48，超大，一定超大。这个没有定做不可能穿得下，所以我都去这种国外的网站买。没有，我们的衣服比那个好太多了。你胸围180公分，身高185，这是超级圆柱体。什么？我这个，我们长得很标致，好不好？我们长得很标致，好不好？我觉得应该没这么大吧？怎么可能我的胸围这么大？不可能啊！那皮尺拿出来的。哎，我这个皮尺150公分。我这个皮尺150公分，它真的围不住我的胸围吗？我有那么大吗？要可能我180，是记错了吧？姑呀，我的口罩呢？怎么没有口罩？姑呀，我心态不平。真的？怎么可能我的胸围这么大？不可能啊！真的有这？哈哈哈哈哈！这个大概160而已啊，不行啦，不行，要做到180啦，170左右啦。现场量过，怎么好紧，没办法。170，然后他只要黑的哦，还有灰的，深灰的你穿吗？穿啊，灰的也穿。我其实也可以别的颜色啊，只是这个黑色看起来瘦一点。这个大家都说黑色看起来瘦一点。OK， 就是看起来瘦一点。好没有洗。还瘦一点。size 50。啊，裤子嘞？裤子哦，裤子我可能要去翻一下。size 50什么意思啊？裤子我只看到 size 50，没看到什么意思。50是什么意思？51吗？51。看不太懂。50寸，裤子50寸吗？不是吗？我不知道，这写50啊，写50啊，不是50公尺啊，怎么可能50公尺？帮他拍健身计划，你也问他要不要啊？你说他来，到了，他愿意，然后我请教练，哦，赞助他，然后拍半年，拍3个月，然后帮他瘦，那免费，我都免费都没关系，反正但是要拍一支影片嘛。但是他愿不愿意是一回事啊，你知道不能逼人家啊，运动这种东西。谢谢史丹利啦，我们会尽快的把衣服做给你，我再问丁特就好了。好，谢谢馆长，谢谢馆长。馆长最近特别照顾我们这个电竞圈的人啊，真的。羞涩啊，我本来就是一个很害羞的人啊，真的啊，这个。我们虽然平时自己一个人的时候霸气十足，我说在传授为主，但是要是有人的话，我们就会变得很害羞。这样，对啊，对啊，不好意思啦，也没这样的，对啊，对。阿新频道帮我们订阅了吗？